其实很可以玩，我甚至我不停都可以。不然等下拿，等下打拿瓦巴利啊。不要来了，不要好了。开始喽，比赛准备开始哦。哎、欸，这样有声音吗？应该有啊。好，规则是地，场地是音乐堂。哇，蓝色这边是花之飞蛾山，绿色这一边是 EDD 又大又粗。你要看谁？给你调。OK。好的，双方开始朝中间前进。我们先看一下，首先花之飞蛾山一把当先的吴医生一个游走，在中间游走，可是地还没有涂完，有走开臭罗，罗被骂啊！我看到优太掉到水里面去了，一滴滴优太出，首先把地给占了上去，不过他们损失了两个人。哎呀，这个重滚的这一个挥洒非常的凶猛，验得了重滚。现在是2500的重滚 ，XP 2500。嗯，看可不可以。哇！连续两次把吴英给打下来了。哇呀！这个收用命换下来的这一个战机弹，但他们家好像只剩犹太一个。来，犹太等把地给屠了回来。目前首先是飞蛾山现在取得人数上的优势，起来。绿色那边全部都刚复活。哎呀，这一个哇，锁低被抓到，差点落水。Jaden 逃了回来 ，Jaden 逃了回来。目前秒数还是持续倒数中。现在看主要是看那个又大又粗那边可不可以把，可以可不可以打开？哇！重滚再一次的拯救啊！哎，地被停了，下来地被停了，还在继续。燕德把大家的希望打在墙壁上。目前飞蛾山已经领先了。哎呀，这一个落地完全没有办法任何活下来的机会。哇！又大又粗的锤子来了，想锤，没有锤下去。又大又粗，目前。拍下来，没有拍到，再拍，没有拍到，哎呀，这一个是格林的胜利。将来重滚如果往弧度再往上一点，可能就可以取射到。用取射来打。将来都拍在那个低的墙壁上。这是一个战气的比赛。哎呀。地稍微停了起来，对，地被这个战气弹给停了下来，但是又大又粗，现在还没有办法打开，所以只能暂时的先卡一下时间。这边又大又粗，从这个右上角强势进攻，把地给抢了回来，可是背后有人在绕，一个反杀，这一个动作相当利落。啊，这个落地落到下面去了，没有成功用打到人，被地形弄了。但是他如果不开，他可能也会死掉。啊，这个正面对决有点可惜，又才输给了 Jaden。哇，这是一个大家都喜欢飞到天空上的感觉。现在战气弹大热门了 ，Jaden 绕加。被抓掉了。这一看就是被抓死的感觉。被盯到。嗯。啊，这个撑得住吗？有撑住。哎呦！啊，这个香杀。成功反杀，香杀。啊，现在又是飞蛾山的优势，但是两边的惩罚时间其实都算蛮小的。重滚没有打下来。时机不对。这个慢了一点。对，慢了一点。哎呀，这一个又大又粗，少了两个人了。目前这样下去，秒数会一直倒数到结束了，有点危险。嗯。上面呢？应该啊，又少了一个。嗯、现在他们打开有点困难。哦，战机弹打了一个人，但是停了下来。
地停了下来。啊、哎呀，可惜，这战绩最后的战绩急得有点慢。对，飞鹅山赢得了第一胜。拿瓦巴利啊，要不要？我觉得拿瓦巴利不错哎、欸。现在在诱导犯罪，然后对面选博物馆。上次也是你们选的、啊。对面选博物馆。哇！阿萨利，阿萨利，阿萨利，阿萨利。博物馆，博物馆。真的假？B 公园 ，B 公园。都不行。博物馆，你好意思？旅饭店，饭店。造船厂哦。我怎么觉得？飞鹅山你们是不是很常打造船？好像是你们的主场吼，听说。然后罗斯每次来，好像那时候好像都是选海女吧，那时候好像很常选海女。造船的阿萨利。很纠结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有好多武器都有练到10万以上耶，好厉害。比赛准备开始。哎、欸，今天的标题是20196月2号。哎、欸，下面好像不是平常，是什么拳头月赛是？对，查题还是什么东西？今天的标题是没有标题在上面吗？哇，是皮枪哎、欸！啊，对面有录音伞，这下中滚难打。先来看一下中滚的视角。哇！现在右边是三只人，好集中的感觉。哎呀，重滚没有劈到人，然后立刻就被逼到了下面去。但是目前中飞鹅山这一边人数哦，差不多。这一刻一出来，马上就被这一个录音伞给剪掉了。好像没有看到，他应该是他有看到啊，他往那边拍，但是没有拍中。对。哦，录音伞放出了泡泡。对面没有，对面没有那个落地，所以泡泡是蛮优势的一个 SP。哇，这个，但是被拍下去了。从旁边的攻击并没有防住。哎呀，厉害，拍到了，拍到了。可惜这一波飞山其实进攻不算不错，但是，有点被挡下来。哎呀，枪杀，这个大量蛤蜊散落在地上。底下有新鲜蛤蜊哦。哦，又大又粗，成功集齐了第一颗大球。啊，这个被钉死了，被钉死了。哇，要这个直接用闪面推死人，他们错失了第一个跟进攻机会。不对，这边还有一颗大球还在。不过因为人数的关系，他们现在对不能直接，他把大球交给了队友。问题是队友我们要捡，有队友在捡。我强势拍下来。这一个再加上战气弹，啊，哎呀，哇，这个香沙算是重滚比较赚，对，这个重滚赚到，因为他是专程下来，而且还带 SP， 烧到很多。这局打得蛮僵的，对啊，已经过了两分钟，都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投出。大球不是重点，他们是。可能飞鹅山是想要一次进攻，哦呦，大好机会哦！对飞鹅山来讲，他们好、啊，这是一个又大又粗，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蛤蜊了。现在是大好的进攻机会，但是有没有投进？投进了，投进了！飞鹅山投进了第一颗，啊，又大又粗的锤子，吴英在强势抽，哎、欸，
没有投进，但是他没有投到蛤蜊吗？没有蛤蜊。啊！被碾，这个被碾死了。哇！这个很赚，超赚。不但有杀死一个人，还带一个助攻。现在算是蛮优势的。哦，已经集满20颗了。又大又粗，算是蛮优势。但是还没有一颗大球出来的样子。投进了，再投，这个投得很爽，投进了5颗。但是这一波好像没有投得特别多，只有推到大球有办法吗？没有投进，大球歪了，可惜角度不对了，我太仰角比较低。这个落地以后立刻投球这件事情意外的不是很容易呢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现在两边现在还有1分钟，最后的1分钟。哦，吴英进来啊，吴英进，可是没有打下来。看来是一个，这两颗球被挡了下来，哇，有点可惜，闪闪发光。来，捡到了，秀头捡到了，投进了第二颗球。但有蛤蜊吗？哦、有蛤蜊，投得进吗？投。再投一颗就领先了啦！一波全灭，没有，他们全灭了。现在飞鹅山现在是面临要集大球的压力。对，现在只剩不到半分钟，他们没有。他们现在没有大球，引爆了泡泡，但是还没有。现在他们飞鹅山是有办法可以集到大球，但是哇，嘣！啊！可是现在集满大球的是又大又粗队，那个重滚是掉下去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机会啊！来不及，很可惜。又大又粗赢得了1胜，目前比数是1-1，精彩精彩。我猜应该是 Elia， 我猜 Elia。又大又粗啊！哇，抢鱼，好酷！博物馆，碧公园，饭店，诱导犯罪，迷之场地。老板，你那张图要不要更新一下？有多了一些了。嗯。神庙，你可以提供我档案吗？神庙跟。那如果我们在上面也可以选。对。上面应该还有神庙跟游戏室还没有在里面。啊，五汤楼。现在是规则决定好了吗？嗯。啊！哇！真的！我喜欢神庙。没有这么好。观众说彦德好强哦。啊！今天还笑什么东东？阿远啊！对。我还没领金，我还没领今日奖赏啊！农办的每日奖赏，农办。有了。比赛开始喽！比赛开始是神庙的抢鱼，今天第一场打到1-1，然后要打到第三场，然后呢，场地居然还是这一个唯一的线对称的弹涂龙，来看一下大家会怎么样发挥。哇！站左边的是黄色的飞鹅山，
对面是两只纵滚。还好哎，说实在话，但是长距离的确实是比较难收。首先走到中间的是 Jaden， 他先破了鱼，哎呀，哇，背后直接，哇，一个全面，双全面。有。这一波好猛。这一波超强，继续往上，继续往上，啊，推到27，凶炸了。哇，这个相杀，双枪和四番的对决。嗯，还有人，还有人在正下方。这个滚还在，滚还在，滚还在。哇，这个，哎，死了死了，这两个都死掉了。目前鱼应该是安全了。嗯。现在树桶拿着鱼往中间压，不过27对神庙来讲好像也不是说蛮大的数字，就还是很有机会逆转。因为那个特别的路，哇，哎呀，为了要打这一个逼近的重滚，然后没办法。现在又大又粗，现在是有人数的优势，而且又有水刀。战旗，但是水刀并没有收掉鱼。对，水刀没有收掉，有点奇怪。哎呀，哎呦，一个相杀。哎，我这边来了。这边有。这是一个稳稳的推进，但是它掉下去。它、哎、掉下来了。又要重绕这一圈，蛮大圈的。它还有多少秒啊？哎呀，泡泡下来了，泡泡强势进攻，啊，马上就被炸死了。没跳到哦，没跳到，没跳到，没跳到。强势绕背，还是这看起来会被，会被。他被哎呀，没有死，没有死，哎呦，死了还是死了。嗯，被这个被 Spina 打死了。对，这个水刀是要收那个剩下来的。对对对。然后看还能不能收到，有收到就很蛮赚这个。哇，这个啊是个水刀，被水刀压。可是他刚才没有。水刀没有灵活的走位，闪躲了水刀的攻击，厉害厉害！啊，这个鱼的相杀，对，这个没办法，队友都已经死的差不多了。没有。比赛顺时来到一分半，从后面的进攻，这一个要以前至少会精神啊，可是被拍死了。哎，还是没有办法敌过这一个，然后又开始了水刀，水刀吞，但是锤子又大又粗跑进来了，这个锤子没拍到，罗的锤子没拍到，啊，哦，双方各折损两个人，啊，鱼死掉了，啊，这一波有点，这波很亏，嗯，不过啊，这个临死前的饭团丢到了。嗯，又再一个落水，鱼回到了中间。哇，这个飞蛾山竟然在这个时候几乎被全灭。全灭了飞蛾山。再搭配这个导弹，导弹好像只锁到一个。哦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他还清理水刀，但是追等突袭成功，捡到了一个人，还有鱼，但是他先追等负责去涂地板了，哇，啊，从背后捡到的，看来又大又粗是一波全灭了吗？斩气弹进攻，再打上鱼炮，
这一个范围攻击有没有办法收到很多人？哇，看来是一个呛死！哎呦，直接往前推，哎呀，哇，一个呛死，领先，大逆转，菲尔山大逆转，后面有点急了。我们要上场了，我们上场了。一定要爆发！